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欢迎来到我萱不必。今天我决定把我的姐妹们和我变成公主。为什么要把你的姐妹们和你自己变成公主呢？因为今天是我和琪琪的生日。欢迎来到我的萱不必。OK， 然后要当公主要准备什么的？行李箱。行李箱有。公主裙，公主裙有，还有呢？魔法棒，魔法棒有，耳环、戒指和手链都在这边。OK， 现在你要准备把所有的衣服放进行李箱里面，然后过后我们要去公公婆婆家帮他们打扮，还有你自己打扮。OK，OK，OK、okay? okay. okay.。开始。你决定你自己要穿哪一件？这件。哎呦，然后。琪琪呢？这件。妮妮呢？我要这件和这件，因为我看妮妮穿的。OK， 真的是贴心哈。把它脱下。啊，马鸟哦。好，公主裙放进行李箱就满了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、啊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公公婆婆家。哦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忘记，礼物。对，一个一个拿进去吧，一个一个放进去这边、哦、我们直接带去。妈咪买多一个的。啊！我们买了两个哎，竟然是一模一样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再额外送给琪琪 ，OK。公公婆婆家了，现在我们要出发了。我们到婆婆家了，现在我们要准备穿妹妹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手链的，它是两个手，没有，这是，哇，你是有手链大子，这样掰的，妈，你要听我讲的哈，我现在你们两个在后面，我讲说谢谢。然后萱萱叫出来，然后我讲妮妮，妮妮叫出来跳，然后萱萱妮妮啊一起出来 ，OK， 萱萱，
谢谢你，谢谢你弟弟。准备呀、啊，许愿，两个公主许愿，来，啊，要什么？一起吹蜡烛啊！一二，谢谢你。来，一二，耶！三个一起，一二三，耶！是吗？现在我们要开礼物咯，首先是请。看他的礼物 ，OK？ 那琪琪，开那个先。嗯，他先打开这个白白的 ，OK？ 嗯，我们一起看琪琪的，是什么？哇，好美呀、啊！好美呀、啊、，Hello Kitty 的，里面还有什么？我们打开里面。他帮他开一点，琪琪开到完，里面有什么？水瓶，哦，一闪的哇，好棒哎！然后我们看前面，哦，很美哎，大家都很兴奋哦。我没有心，没有，哦，没有东西。来，我们看琪琪，哦，什么玩意？我给你的。萱萱说你喜欢美人鱼，她买给你的。哇！我送给她。啊、哦！好啦，来。来这份喽。这一份？那这份是你，你选的啊？不是啊。爸爸买的。啊，爸爸买的。OK， 来，接下来。你们开？怎么开？开不完的。琪琪的礼物哦，耶！琪琪的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风筝的，呀，你三天差一点说你要买的，你讲你要买的，你讲我没有买，然后想要买的，呀，风筝的，好拉着，等下我们就可以玩了，谢谢你。应该是一样啦。谢谢舅母舅舅，耶！然后搞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应该是指甲油。哈哈哈哈哈！知道了，哎，谢谢。还没有拆就知道了哎，那好玩。嗯，这是我买给他的。嗯，爸爸送给萱萱的。一起开吧，一起撕吧，呀！等下可以一起玩，耶！啊！萱萱的礼物开了了。